干什么？把车停下来！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走这条路？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？ 像查猜这样的人，北极熊一定花了很多的心思。我想一定是让他的家人做了要挟。从这一点上看，查猜心里边一定十分的恨他，早就想除掉他了。查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？这就是你伤害我家人的后果。今天是我杀你最后的机会，查猜。 站住！你放下，放下！蝎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这，别动！北极熊，我们太了解彼此。 闭上你的嘴！是查猜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是他把我逼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杀了他以后呢？杀了我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背叛了我的祖国，我的军队。只有死，也许才能让我的家人得到宽恕。得到谁的宽恕？我的祖国的宽恕。 我不想让他们以罪人的身份回到我们的国家。你死了以后，你的家人就会生活的快乐吗？啊？你是想抛弃他们吗？那怎么办？别说这些没用的。来吧，打死我！我为什么要杀你？蝎子，杀了他！你不是来救他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蝎子。 你一定要救我，北极熊。是你不了解我，还是我不了解你呢？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我告诉你，你。
你的死期到了，蝎子，你别忘了，我提携你，培养你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！站住！刚才本来我要亲自动手，看来你的态度比我还坚决。你来，蝎子，你不能给王恩负义，蝎子，你。都为我女儿，朝才，你已经无家可归了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去一个能容留我们这些人的地方。像你一样，讨一辈子，落草为寇。 蝎子，有你的加盟，我们这真是如虎添翼啊！有我一口，就有你一口，咱们这儿啊是天高皇帝远，他谁他也管不着。不是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最后收留我的人竟然是你。你说这干什么呀？这不都是你教给我的吗？咱们穷不帮穷，富不帮穷啊！在这里，我是老大，你就是老二，你说咱们在一起呀？ 就这样喊你，咱们就是横扫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没想到就真的这样落草为寇了。难道我的后半生就这样度过了？那你还想怎么说？ 有时候不是你做选择，是命运做选择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你没看见？不关你的事。 没看见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是海盗。你，赵三，没有选择，只有这一条路。赵三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是不是个难受？赵三，我知道你难受，我也难受。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 早晚都会客死他乡的，活一点，赚一点。啊，来，就差一点点，很好的，不错，再来，再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 我是省公安厅的，总队长。你们来干什么？王亚东他没回来过呀。我不是来找王亚东的，我是来看看您的女儿。你们警方不是也说我女儿和王亚东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吗？是没关系。那既然没关系，你们还来，你们这不是骚扰我们吗？知不知道？
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了多大的困扰，我们两位都是老师啊，你走吧，你们都走吧，赶紧走赶紧走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可以想象到你们心里所承受的压力，我今天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什么忙。再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什么都不想知道，你这是来伤害我们知道吗？赶紧走。我知道你们都是党员，经过我们研究决定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。这件事跟党员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下面说的事情希望你们要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角度去保密。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们最近开发了一个海上游船的新项目，现在呢需要找一些朋友上去体验体验，有媒体的也有各行各业的精英，他们打电话跟我说啊还有两个名额，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带你一块儿去。啊，张总，我这怎么了？你兢兢业业的这么辛苦，平时连休息日都不肯休息一下，这样跟我出去放松一周也算我给你放了大假了。这不太好吧？这什么这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该不是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出去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那就行，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，等我电话。那谢谢张总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报告。哎呦，你的电话。是。哎呀，刚从现场跑回来。喂。二牛啊，是我。媳妇儿。咋样？啥事儿啊？二牛，我要跟张总去海上旅行了。海上？哪个海上？张总说要带我去坐游船去海上玩儿。好事。那咱去。哦，钱不够是不是？我这有，我给你汇过去。哎呀，不要钱。张总啊，他朋友多，邀请他去的，多了一个名额就叫了我呗。张总真是个好人。哎，咱回头有机会好好谢谢张总啊。嗯，我会的，你放心吧。张总啊一直很照顾我呢，他还说让我好好跟你过日子，二牛是个好人，不要有后顾之忧。你看人张总说的多对，人都知道我是好人。去，你是不是好人我哪知道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好吗？俺是不好人你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行了，饶了你吧，亲我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亲我一下。我这儿有人。有人怎么了？你亲不亲吧？听见了吧？不想。别闹了。好了好了，饶了你了，挂电话，去训你的练吧。你好好的啊。嗯，再见。对不起班长。没事没事，我理解。谢谢班长，俺去训练了。茶菜看来是有点受不了了。他会习惯的。蝎子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在这一直当海盗吗？等啊，我相信机会都是等过来的，总会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安身。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非洲，火热的非洲。非洲？对啊，只有火热的非洲才是我们的天堂。那块大陆自从第一场战争开始到现在，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，无休止的杀戮，雇佣兵的天堂
是我们的用武之地。长森，我们要去非洲。为什么？为谁而战？为自己而战。我为什么要当雇佣兵？长森，你还是不明白，为国家战斗，为独裁者战斗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自己呢？身为战士，死于沙场。听听，有一艘刚进口的邮轮，明天早上是第一次出海，老板请了很多有钱人和记者，我看了一下，至少有60人，这道买卖很大。航线呢？在中国近海航行，不在公海啊？对。那你不等于没说吗？你不在公海，就等于到中国海域上去抢劫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啊？那中国的海警海军哪个是吃素的呀？啊？随便两颗炮弹就把我们的船给掀翻了。我可以上船去把他们的导航系统给破坏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只要能把导航系统破坏了，他们就会把船开到公海上去。你到那时候再动手，这笔租金可不小啊。你能做到吗？船上有一个大副，手可发小，早就让我给收买了，这家伙就知道赌，经常利用工作的机会到国外去赌，把老婆都输了，现在还压在国外做鸡呢。听说有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，他眼睛都绿了。那好，你告诉他，好处是肯定少不了的。你就在公海等着吧，我们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你也要多加小心，你的钱我也少不了啊。行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大买卖啊！舍不得来呢，怎么样，喜欢吧？嗯，好喜欢。谢谢你啊，张总。嗨，咱们俩还说什么客气话呀。休息吧。我过一会儿回来。好，你待会儿回来换我，我去吃点东西。好的，好，去吧。好。哇，真美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在船上看大海呢。那你还不赶紧好好的看看？以前啊，我经常带我的孩子出国。哎，张总，你看那儿。张总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我的儿子。啊，您还有儿子啊？怎么从来没见过他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不在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张总。没关系的，翠芬，都过去好多年了。其实，我一直想跟你说的，
你要是想嫁给特战队员，得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才行。张总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前夫也是一个特战队员，我和我的儿子被绑架了，就是因为前夫得罪了敌人。在国外，我的儿子被杀害了。张总，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根本不可能忘，只是强迫自己去麻木。船长，你去吃饭吧。好，你来接手。嗯，教导你放心，我走了哈。嗯，哎，好。一切正常。嚯，怎么搞得满头大汗？还是感冒有点发烧。哦，那你赶紧到那个医务室啊，去拿点药，下去休息吧，好吧？行，去吧。好，那我去。好。喂，五三，我是木之珠号无船大副。哈哈，我知道是你。我已经按照我们的约定把事做好了。这条船大概一小时以后驶入公海，在我们约定的位置。我知道，事成之后船我会打给你。把我先挂了，找个地方藏起来。但你要记住我们的暗号，否则会误伤你。只戴一只白手套啊，也许是一只手受伤了呗。来来来，再拍一张。啊，张总啊，一二三，快到了，抓准备。虎山，我们到底要去干什么？中国游船梦之舟号。这就是你说的另外一种生活，去绑架那些手无寸铁的游客。老蔡，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，必须这么做下去。有点不对劲儿啊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今天的 GPS 好像有点故障。为什么？今天的风向是西南，船长，你看，我们航行的航线，你再看，国旗，完全跟风向不一致。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错，风向是对的话，我们已经驶入了公海。嗯 ，GPS 怎么会有问题？我不知道。我相信天气预报，马上掉头。沿海岸线走，贸然的闯到
了公海，太冒险了。是，掉头到了。哎，刚才有没有谁动过那个 GPS 啊？好像是大副，他查看了 GPS 的定位，然后说检查检查。马上把他给我找来。是。船长，你看那儿，船长，是海盗。快发警报。是。海警，海警，这里是梦之舟号，梦之舟号。船长，我们的电台被损坏了。完了。怎么办，船长？还能怎么办？到时候按海盗说的做，我们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他们干吧。这张总，你看好像是冲着咱们的船来的。是他？是谁啊？就是他，是杀死我儿子的人。啊，他是个海盗，海盗来了，快跑，海盗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海盗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点，快点，往这边走，快点。梦之舟号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们是海盗，你们被包围了，为了不徒手伤亡，你们给我立即熄火。船长，他们有40火箭筒。快熄火。对，虎鲨，他们很聪明，放弃了抵抗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们杀，快！梦之舟号船长，船长，我现在要接管你的船、水手和游客。海盗先生，我希望你善待我的游客和水手。把这水手和游客都给我集中起来。我尽量吧，希望你理解，有的人可能已经藏起来了。少一个我就杀一个，把他们都给我集合起来。水手长到，去找吧，就说是我请大家出来的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是，好，去吧。海盗先生，你准备怎样对待我的水手和我的游客？我要钱，你要命，这笔买卖合算吗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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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的跟着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站好。虎鲨，不要伤害那个女人，咖啡色的衣服。你的情人吗？算是。那你的老情人还是交给你处理吧，带上来。你们要给我，让开我，别动，别动，放开他，别动，站好，站好。刽子手，我跟你拼了，你还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。大哥，还两个一个，走，那是自己人，走，我真的是自己人，然后，
畜生！我就是接头人，我的那个钱到账了吗？我知道是，当然，钱我马上就打到你的账户。那正好了，太好了。想在我的嘴里拔牙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把玉和给我带走。你也认识他儿子死的时候我在场，当时本来我想阻止的，没来得及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当时警察冲进来，一片混乱。算了，回头跟你说吧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请你不要伤害我的旅客。哼，是条汉子，可是我没有这么多粮食养你们呢。嗯，何长官，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队长，你军装呢？作为一名军人，你为什么不穿军装？队长，我不想当兵了。因为他吗？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军装，穿军装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是他是一名军人。他是我女人。可他首先是一名军人，他的军装都穿在自己身上，你军装吗？啊？你过来。你现在就告诉他，说你不想穿军装。你说，你只要说得出口，我绝对不会拦着你，我马上就会在你的转业报告上签字。我之所以把你带到这儿来，不是为了挽留你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命，每年离开琅琊特战旅退出现役的官兵都有许多许多，你有什么特殊的啊？作为一个旅长，我完全不需要这么做，但是我以后怎么面对你父亲，怎么面对他的这些战友，
哦，我告诉他们说，他们的儿子因为承受不起战友的牺牲，承受不起自己爱人的牺牲，就闹着转业。大道理不需要我跟你讲，你自己都清楚。你愿意不愿意穿这身军装，对我来说也并不重要。而你自己，对你自己来说，你该知道这个分量。你现在就告诉他们，说你不想干了，说呀。旅长，我不是你旅长，你不要跟我说，有话跟他们说。妈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